哦，满绿。那肯定啊，一般的东西敢拿给你吗？这个可以，我先把这些都拆了吧。种水漂花，牛啊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看看这个，哇，这个也是绿的，看到了。开个价吧，三亿。啊，三亿缅币是吧？高了，缅币也高了。那你看多少嘛？一条20人民币，20万。这条可以给到你30，但是这个的话呢，就确实是3-5万的东西吧。它毛胚的时候不显种嘛，一压出来种水就好了。是，那一共就50万了。50万不行啊。50万不行。加点嘛，不那么抠嘛。看吧，我在最后给你一口价，55嘛，行，我就卖了。哈，冲高了吗？有。哎，算了，转账吧。哎，笑得好甜。好了，那加工之前来欣赏一下它的毛胚状态吧。像这条飘花的，在室内的自然光下，它的花更加灵动了。像这个色的话呢，它的颜色就更加的辣了。走吧，咱们加工去。数日的等待，两条手镯都起货了。冰飘花这条观感十足，飘花也是灵动飘逸，用山水墨画形容丝毫不过分。那这条色镯起货后，颜色种水也都翻了出来，颜色更加不用说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儿。